其实我就是非常喜欢他的声音，然后一路就是从他在乐队，然后到他现在出个人专辑，我都觉得他非常优秀。我觉得你太多值得大家去发掘的地方了，我真的觉得很多，尤其是我要向你学习好多地方。爱骗人的事情，爱骗人的事情。杨丞琳飞梦幻联动合唱 Lidia， 失言被骂到怕 ，Talking 狂商业互捧。欢迎欢迎张文馨，就是来到我演唱会的女生都要被我亲脸颊，被我亲好痒杨丞琳13号在澳门巡回，找来飞、张文婷助阵当嘉宾，一起合唱经典偶像剧主题曲 Lidia， 勾起观众回忆杀。文青女生助阵演出的模式有87分像，无论是亲亲拍照环节、好闺蜜牵小手合唱，至于 talking 环节，我觉得你的唱功是一直被美貌耽误的。对，那为什么你这么好啊，你都不会被耽误？想不到上一场又引起失言风波，丞琳似乎被骂到怕了，和飞在现场各种商业互捧。我觉得因为飞这么好的嗓音，然后从他出道，其实我就是非常喜欢他的声音，然后一路就是从他在乐队，然后到他现在出个人专辑，我都觉得他非常优秀，所以我认为这场 Like a Star， 他这么闪亮的 Star， 他不可以不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我们两年出道的时间真的还蛮接近的。我从以前就其实曾经有在工作室里面碰过你一眼，但是那时候并没有时间好好接触。大家知道你私下是一个热爱养生的人吗？知道。私下他会自己学针灸啊。然后今天你们也知道外面天气有多热吧？彩排的时候他给我穿高领跟羽绒外套，然后一来我就说哇。好养生哦，我觉得就是跟飞短暂的相处，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感觉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。飞的声音好不好听？好听。谢谢你，谢谢飞。